立法院要怎么进行，我们都尊重，也不反对被查改为审查。还就是说，美国他们要申请的被查改审。我们政府都依法行政，啊，应该向立法院报告，送立法院，我们都照做。立法院要怎么进行，我们都尊重，也不反对被查改为审查。我们尊重媒体自由自主，政府对于相关的运作也都非常的尊重。相对的，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代表最高民意，相关的提案我们也都尊重。